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小老弟，他很有实力。他的实力不错，正常发挥的话是没有问题，这是我蛮看好的。介绍一下我的小老弟，哦 ，OG 级的厉害人物 ，Respect 欧哥。欧哥好，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，他的实力不错，正常发挥的话是没有问题。音乐在播放，谢谢。我要跟大家真的介绍一下 ，Jason 是我真的从我小时候开始认识，一起玩。虽然我这句话之前讲过很多次都失败了，可是，我现在很紧张。我今天还是一定要再讲一次，为了我的小老弟 Jason。Jason 如果正常发挥的话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你讲出来胜率都蛮低的。翻译为日常生活会变混乱，像笨蛋以为会从情人节开始堕落。千年罪人。哎，真的，别再说了吧，以后。以后戴的墨镜是完全看不到是谁的那种墨镜，我跟你讲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像是下了一个魔咒一样对那些选手，所以我觉得，狗狗暂时先别说了吧。哦，我都不要讲话。阿远，那都你来讲。啊，我来讲。好惨啊！我一讲就是那个人就，起码会有一个暗灯，可真的不能讲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你，你加油。